哇 ！Room service， 你好。你起来。这是您的。阿拉，阿拉，来来，饺子。我跟你讲，事情是这样子的，他们今天叫我们来做早饭。请问一下，你有看过我做早饭吗？有啊。做什么？这还不是我做的，不是吧？这是刘耕宏老婆做的，这个是我蒸的，这个面，吴尊老婆做的，对，李庆，但是这个最好吃，不是不是，真的，这个好吃，啊？又是，完了。是像人家老婆做的，你看，不用做，老公也很满意。做老婆用的是脑 ，OK？ 睡得不错。哎 ，I didn't make it。什么？这是我们的，真的。要告诉大家，这个是全世界最棒的大厨做的早餐，而且呢，这个全世界最棒的大厨你们都认识。有，团长。哎呦，这是团长。游戏就是我们的妈妈在躲在那里。啊！哎呀，妈妈们有可能就在这个花轿里哦。妈妈请拿第五一席打谁俩不接？船长去哪里？第五一席打谁俩不接？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各位妈妈们。会先把脚脚伸出来啊！我们就在这里看，开始哦，开始喽！哪个是妈妈的？妈妈一转。哎，好，你看，放回去。米加斯。我觉得第一个。好，请大家站在起跑线上。Jasper， 加油！别管我们这个 ，Jasper， 我们这个，不要看人家，看这个。往前走，爬爬过去，脚脚踩，踩过去。我看这边小小春，我看这边小小春，然后这边看看是不是妈妈。啊怎么搞的没有？搞的没有？妈妈没在里边啊！妈咪！哎呀，猜对了！还有宝贝呢，还有宝贝呢，宝贝。嗨，哎呀，Jasper，我们走。
帅帅，没啊，干什么？妈妈回来洋气多了，对，发型也弄得不错。爸爸昨天的粉色，拜拜。走吧，那个猪在等我们了。猪在。那是山竹吗？来，好好玩。把小猪要喂饱。哎。喂猪，好。Is this smart? 哇哇，好可爱的猪啊！哥哥 ，Hello, Hello, 这里很萌的，你帮我那狗那少那的料吗？还少一点吗？有字幕吗？就是采纳猪草，猪草，哎，好。Hello, Papa Pig。扎水狗已经去那个，好可爱。扎水，我们现在去找这个草。带小朋友去吗，哥哥？哥哥带我们去看一下。哥哥，小哥哥，带小朋友去采草去。我带着你们。嗯，当心啊，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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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哥哥，哎呦，小心，小心，好，再转。哇，你看他们怎么拔的。哇，这边好多草，走。这个大哥哥拔的比较斯文一点。走，我们去。走。那。谢谢的。哥哥帮你拔的。你放，没关系，没关系，试试看，试试看好不好？你看，不要，你就试一下，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因为我没有玩过，我也没有玩过，我已经饿了，你已经饿了是不是？那你赶快弄完，我们就赶快吃东西，好不好？你拔完啦，哦，小珍珠都拔完了，它的 bucket 都满了，你看你的 bucket 没有东西哦。吃饭，我们还可以吃饭了。Hey, you're not doing anything. 你在干嘛，陈先生？你带上这个拔一小小会儿好不好？你要不要帮我？那我们怎么回去？你看，我们一起帮你好不好？一起。啊？不要什么？不要工作。你不要工作，然后你要干嘛呢？我们不做手。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你一定要做完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做完，做完我们就可以去喂给猪吃，好不好？不要，你先上去吧，要不然这么等，那我们等到天黑吧。我等你，不可能吧？你看别人都在等你了，别人都很累。你乔哥，你赶快先走，你做工作吧，你就可以吃饭了，你不用等 Jasper 了，不用等 Jasper 了。你们先去，没事。Let's do it. 他们要走了。我们要走喽。啊？我们先走喽。来。我不要休息。你不要休息是不是？那你就做工作啊，来，来，你看，你拔那个，拔。拔，拔！哇，你这样子在敷衍我吗？请问，拔多一点。男生怎么拔的？啊啊！快点！啊不！啊！哇，快了，放了！啊！放啊！你很棒 ，Jasper 弟弟。对你很棒哦。快再放一下。谢谢。好，再放最后一次，你看。棒棒的，棒棒的 Jasper。好了，好好了。你觉得很好笑吗？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做？不好笑。不好笑。那你可以把它背起来了。走吧。我们就是在等你呀、啊，背。走吧。走吧。
我们一起吃饭。你看，来。我饿死了。你饿死了，别人不饿。饿。饿。哎，好，他好像心情好了。好了，我们去喂猪吧。他们好开心的样子，你喊一下爸爸，你叫大弟。大弟咪，Jasper。大弟咪，拿那个搅拌机。他们完全听不见，聊嗨了。一二三，大弟咪Jasper，大弟咪Jasper。耶，这谁喊？耶，大弟咪Jasper，我要帅。你看来了啊。啊。哎，回来了。我们只是拔完草而已，还要去喂。吓人呢、啊，我们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呢。你看，确实有点不太容易。好慢呢。还行还行。这么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Jasper。加油！Go go go go！ 喂猪喂猪。原来是路过而已。那我们听到你们笑得太高兴，我们不好意思啊，你听到我们笑声了。对，好，抱歉抱歉。好了，快点走。你们不要笑得那么大声啊。好，对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喂，好不好？来帮忙好不好啊？先喂那小的哦。我先喂好不好？你先喂啊。好啊，你泡泡澡呢？不用他先喂。你让他先喂啊。不要小心，不要那个打到他们了。谁要猪啊？你得说谁要饭，谁要饭。感觉有点像香菜拌的芝麻酱。我觉得这样子想象一下，画面也是蛮美的。远看，现在我们在吃火锅，香菜、芝麻、猪肉。哦，喂猪是很难的事情啊。嗯，我也觉得。你们也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我以前看《爸爸去哪儿》，妈妈不是都是穿得很漂亮的走进来，然后没有在干活。对呀，我们这一季这完全被坑了，对吧？非常任性。咬到手，小心！没有，只是我碰到他的 nose 鼻子。这个猪，它好可爱，它这样子，它那个小动作好可爱。你得把那个门打开。真的出来了，Jasper。
你们是猪啊？哦，对不起，你们是，对对对。屁屁真苦，屁屁真苦，哇哇。Hello。他还抠他痒痒。好了，你也该回家了，我们也要，我们也饿了，我们也要吃饭了，快点快点，继续吃，这边这边很好，快开门快开门开门，哦，完美，好耶，这边好了，还有两只来 ，Hello， 哎，就是要我们太温柔了，是不是？好。来，哎呦，对不起，哎呦，是吧？哎呦，来进，好，进，哎，乖，谢谢啊，累，哎呦，好，关门，哎，好，哇，完美！小山竹牵着小弟弟，他是弟弟吧？山竹大吧？不是，我是四岁。你是四岁，当心这边。四岁 ，Jasper 年小。是不是？你几岁？五岁。他大，叫姐姐。姐姐牵着。你看，我是四，他是五，四五，因为一二三四，还有五，四五谁大？四和五谁大？还有他比较大，给我一点点，因为一二三就是四，对，所以你们两个差不多大，对不对？但是小山竹大一点点，对不对？嗯，对，你小一点点。哎，我最近看了几集，他跟。小山竹有感情线吗 ？Jasper， 你们慢一点哦，已经跟我们跑了。你不要妈妈了吗？而且已经被我们拐跑了。If you just faster go and then you will see me, OK？ 好，现在就去。哇塞！No. 你就不理我了是吧？我第一次来呀，你要带我走啊？对呀。Okay, just run. Okay, just run. What? 妈妈生气喽。Okay, just run. 啊，太可爱了。你现在嫌我慢是吧？You're so slow. 你要不要去牵妈妈？妈妈走不动了怎么办？这 run. 哇，命令式的。耶！哎，那位大哥是本地人吧？啊？特别像。完全就是隔壁的嘛，对不对？一点没有违和感的，完全没有。Jasper， hurry up， hurry up， hurry up。来看这边，推，看南瓜，看南瓜，推过来，推过来，好。我也赢了，你也赢了，耶！好耶！不要急，不要急，你已经最后一个了，没关系，不要急。不要急，要慢一点。真哥，快加油！真哥，加油！小心，对。
哎，你走开，走开去，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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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哥哥，OK，哥哥，OK，哥哥。我要表扬一下啊，这个爸爸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失误了很多次，但是他一直努力的完成，一直到最后，他终于把难关运到了终点。这个爸爸是谁呢？小小春爸爸，对的。第一轮就是我们的小小春，还有小山竹，这样子，然后你，这样子，不，你把这些监控进去。加油！来了，我们这样子，对。Man flying on the sky， 大家加油！快！谢谢。我们的小小春，他们还要再玩一次，我们不算成绩啊。来，预备，三、二、一，开始！不要理，不要管人家。OK， 加油，加油！哎呀，没事没事，下来下来，我们下去，继续，来拿那个，加油！运动。Good boy. OK. 没有，吴尊 ，Uncle 吴尊。啊！没有关系 ，Jasper。Hey, it's OK. It's OK. We all didn't win. It's OK. Just game. We have to win. Just game. We'll try next time. 你已经很棒了。对，我们只输几秒钟而已。OK. Sometimes it's about luck. 手好脏，不弄眼睛，不弄眼睛，没有关系。OK.哇，加油！你如果赢了，我们就拿这个。你妈比，你就可以送给我，你就可以送给我。Every time when you win, you also got a trophy, and I like trophies. Okay. But I don't want to lose. I want to win and win every day. You don't always win in life. You don't. Wow. You just don't. But that's not fair. 你的人生就不是每一次都会赢啊，有时候会输，有时候会赢啊。Just be happy for them, okay? 大家要听村长讲句话啊！什么？听不到。其实钱的声音干扰你的听力。啊！哎，你很美啊！哦，听到了，谢谢。好吧。哇，好帅哦！他不想让爸爸去，对不对？怕爸爸受伤，对不对？不能去。我觉得是蛮有爱心吧，也会懂得讲一些一家人不能分开。有一个这么有爱心的小儿子出来，不错。没事 ，OK，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不好？他有那个意识要保护他爸爸，他有那个意识这么的紧张，然后这么的用力去拉他爸爸，至少让他爸觉得他很在乎。